近期网络和微信朋友圈都在热传一张图，大意是说9月1日起驾照消分规则将会调整，朋友们赶紧处理交通违法记录，这掐头去尾标点混乱，不知来源的一段温馨提示让很多车主都很担心，此消息不实，提示多一点，现在处理交通违法记录有多种方式，通过自助机、交管12123手机 APP 和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还有的违法处理窗口都是可以处理的。通过交管12123可以处理自己的交通违法信息，或者被处理人已通过交通管理业务窗口交管12123手机 APP 绑定了该机动车，且未绑定后产生的交通违法可处理，用户可以在交管12123申请备案非本人机动车，备案成功后可查询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并可处理备案的非本人机动车不记分或发生于备案之后的有记分并适用于简易程序的电子监控违法记录。备案规则一，只允许备案个人名下机动车，且被备案车辆必须是小型汽车或小型新能源汽车。二，用户同时备案的非本人机动车不超过三辆，包括三辆。三，同一机动车最多同时备三个，包括三个非车主用户备案。登录交管12123 APP 后，通过业务中心备案非本人机动车，进入备案非本人机动车业务流程，用户可以选择扫码备案或短信验证备案两种方式备案非本人机动车。